啊，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我最喜欢吃的两种水果：释迦、山竹。是不是很冷门？有一颗山竹啊！所以我们现在来开箱山竹，是怎么洗啊？直接洗直接。记忆里面这个是跟妈妈快乐的记忆，好像都是我妈用山竹给我吃的。那她记忆中那个美味的感觉跟口感，到底是我自己记忆添加的呢？还是它真的长这样呢？所以我们直接剥开了。我觉得它的味道还是记忆中的味道啊。可是山竹要怎么剥啊？哦，来了，开箱了。山竹，赞啦，感觉就超好吃的啊。其实20年没吃过山竹了。没错。我记忆中的那山竹好吃，山竹真的很好吃啊，好，让库比他们也有机会吃到，好吃好吃。